随时注意有没有烧起来，因为我怕那个真的太亮，要太热。会不会烧起来啊？哎，不要捏哦，我很怕。哦，你会怕气球？我很怕。我们这种女生呢，真的假的啦？没事，你们不要做这种，等下地板被踏坏了吧？踏破地板的力气。完了，你知道？你知道有些人不能参加啊？都会参加见面，都允许。哦 ，OK。你确定吗？我是觉得范哲是不能参加，毕竟他打篮球的时候有点犯规，因为他带球走步，肚子那颗。没事。其实我很懒惰的准备了那个啦，三首就最近比较常唱的歌，还是可以好一点的。